赖子是 SM 娱乐时隔七年推出的全新男团，而近日在赖子的出道 showcase 中奖粉丝名单中，就网友发现上面的信箱用户名出现了许多以师兄们的名字或是团名命名的账号，像是 XO、TVXQ、NCT、Jimin、Mark、C 魂等等，让许多网友看了笑翻，直呼这传宗接代的爱就像世袭制一样呢。如果中签的话，神话也会出现在上面了。果然 SM 家族粉都流淌着粉色血液啊！有趣的是，由于该份名单中还出现了以朴有天在东方神起的艺名 Niki 命名的信箱，因此不少网友也表示希望那位粉丝这次能有幸福的追星生活。毕竟朴有天的塌房程度可是历代级的。